同学们，啊，金明校长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这个上官老师是假的，不是你们的老师。我是真的，校长，我不是假的。你这教的什么古诗呀？什么出处文字谣呀？根本不是的，带走。哦，这感觉不对劲儿，教了四句，错了三句呢。啊，我都没发现，我也没发现。学吧。哎，上官老师，这是你们的新老师。感觉这个老师是个好老师，能教好。欢迎新老师。好了，校长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同学们。同学们，打开课本。打开什么课本呀？那不打开课本干什么呀，老师？掏出来你们的手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查资料。No no no！ 打开你们的手机游戏，里面有蛋仔游戏派对，我们四个一起玩。课堂上玩手机，确实是。上课了，同学们，别看书了，掏出来手机继续玩。好，派对派对哦，打开谁？昨天上课呢，玩什么手机？哦，金明校长，这个老师肯定是假的，给我消失。啊，怪不得呢，天天让玩手机。还是别玩了吧。哪有老师天天上课就玩手机的？这怎么都是假老师啊？还让不让学了呀？同学们，这次肯定是真的老师。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我还没办法确定呀。哎呀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行，上官老师，我们上课吧。好，你们上课吧。好，校长再见。拜拜。同学们，你们啊，看什么书啊？首先呢，要睡眠好，我们要做这个手势，睡觉。好。睡什么觉？起来，起来。上课时间睡觉，肯定是假老师消失。啊！又走了。哎呀，到底是哪个是真老师呀？这次肯定是真的老师，你来了。都长得一样，我们也认不出来呀。都走了三个老师啊！这次我肯定是真老师，我也看不出来，我也搞不懂，这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老师呢？